啊，我也好了。滑呀滑呀，走走走，戴美华已经在前面了。随便你，你要高高举也可以。走，不见了。停一下下，you
左高加右下左下对前面有一个加要加速的地方往右高欸有人做馒头没关系啊，走了，你要收嘛，对不对？你在怀疑有没有关起来是吗？好，拿好，去四人缆车哦。我现在追上去前面右转四人缆车，右转四人缆车。来了来了，可以了。来了。
有那个你要录，你不会错吗？现在水好多，干。随便你啊，反正倒的时候你就会啊，站到了。下去往右推一段，那也是宽宽大大的。你要宽宽大大的还是平缓的？宽宽大大的，宽宽大大的最左边是松松的，还我刚观察了一下，那边不大有人滑。对啊。但是那个宽宽大大的坡度不大陡，所以进了松雪大概只能直直滑了。对，大概是这样。那我没有，我拿了这个，我没有要走那边，我要走安全的路线。没有啦，你走那里很安全的。真的。没办法，状况录起来呀、啊。今天没有，还没有蓝天，我就想要录蓝天。没有了啦，没有了。不会有蓝天了吗？就是风，微风吹着那些雪粉，就在这里绕啊绕的。有蓝天，但是被这一层粉雪挡住了、嗯，是吗？今天雪很好、欸，你觉得好很多吧？好很多、啊、下午就不行了，因为今天有出太阳。看就是 icy 了吗？看这一层粉雪可以帮我们撑多久。像现在好像还好，没有很融化，怎么下午就融化了？还是蛮冷的、啊。对啊，我要弄一下我的脖子这边，然后我下午就要穿中层的。我已经都一直都是穿四层。我要把全身的，我觉得我有差哎、欸，我今天觉得胸口冷冷的。对哦，你就开始穿两件啊。对啊，我只穿了、哦、我只穿了外套跟这里面。而且你帽子哦，你说自己我帽子有戴满，所以还好没什么事。然后害我中间就检查一下，我是不是拉链没拉紧，把这个粘好一点就好。我觉得松雪，我昨天觉得那个下来那一道长的很长，怎么一直走不完？然后今天怎么哎、欸、一下就到了？两个因素啊，速度也变快了。一个是你习惯了，另外一个就是没声音了，没有东西在下。我觉得好像就是雪也比较松了，就是觉得哦，就一下就到，就还好。哎、欸，我真的没拉拉链，只拉到这，我觉得胸口凉凉。难怪。爱粘起来，粘起来。不是啊，我只拉到一半，好吧？那凉凉的原因找到了。那，上午没问题。背后超暖，背后有中层跟手套跟袜子。袜子有湿吗？没湿，所以我没换，我带在身上。我决定以后都带在身上。哇，有中雪，好开心哦！居然有下雪。对呀、啊，真是奇迹啊！天气那么好，居然会下雪，怎么讲？那是昨天晚上的事啊。嗯、白天都是云，是吗？你这富良野也是这么松吗？松。富良野比这个松啊，哦、更厚啊。嗯，因为。西边来的水汽都下在那裡，一直下，一直下，它不会停啊，所以我们那个车顶才会少那么累啊。哦，但它是开的道太少。嗯，好了，但是我也是有收获，我的基本动作变好了。你要抖一点来啊！啊，抖一点来检查吗？你自己说是缓的才好。抖一点的、哦，嗯，难讲难讲。如果是那个松雪的抖，那也是骗人的、啊。连这一道都可以停下来，那我觉得是前面的。昨天我发现下的地方啊，还有那种三个大脚印。就是那种雪板的下去，然后踩地的那只脚就当当当当很重，嗯、然后它就停下来，然后又弄了一些雪在那边啪啪啪啪啪。那其他人根本不用踩地，他们好像是要站在板子上滑走。对啊，但是那个斜坡上就是有人踩啊。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要弄出来嘛。他把它掀起来，有这种事吗？这不是强制的吗？不是啊，他掀开了，这可以掀的，很重哎、欸。他、嗯，你说前车把它掀开？他掀开了，他嫌太热了。不知道，蛮温暖的啊。现在还是慢速。一开始都会慢速吧。哦，又停。这晃晃去真的蛮恐怖。他是。是第一车摔，第二车再摔，两车弱鸡，不可能啊！移动那么短，那个椅子还是在那。没有，你如果倒在那个刀前面，它摔在刀前面，那就要停一下。他这个三语言是不含韩文的。嗯，这是北海道，这不是九州。九州很多韩国人啊，嗯，超多的。超多的，我们去的时候，附近坐的位置都是韩，每个都讲韩文。天哪，很多。然后九州是还有很多韩语的。哦。九州是韩国的后花园。对啊。OK。因为他们可能飞机飞过来，很近的，对。还是他们坐船就可以了。飞澎湖的意思一样，很近，有那种感觉。但是我还是不喜欢韩国人。你看韩剧吗？偶尔。日剧不看，看韩剧。日剧也是偶尔啊。就是好像有人。你日剧有看什么？我想知道你会看的什么。前阵子有看一个那个金鱼脑之妻哦、喔，还是金鱼妻？金鱼妻，太古老。金鱼脑之妻，人家没有记性不好。金鱼妻啊，本来是像这画面超多。你的日闹钟在叫什么？啊、超多的，闹钟在叫哦，我知道了，是我了，吃药吗？不是。你要抢什么？我要抢那个 Spy Family 的票、欸，十点钟。那你手套要不要弄好？你现在一只手抓是行的吗？行啊。你要现在抓，现在、喔、还是等一下再弄？下车再弄。当然下车，因为还没到，我都会提前设时间、哦。但是有困难，那应该很难抢，我在想。好，前进了，前进了。快到了，快到了！你赶快收起来，感觉很恐怖。看一下，十公分，昨天的痕迹也只能那样。把消掉一根草，那里雪面一根草，一根看到一根，底下有一百根，还很远。你跟我说快到了，这样就到了，一分钟不到就到了，这高速呢。所以你下次要弄吗？等闹钟再次响的时候要弄。那时候你就在雪道上。几分钟？九分钟后。几分钟？九分钟后。那我们滑下去了吗？刚好下去。应该是滑下去了。那你又坐在这上面。所以我们等一下继续这一个，对不对？往后嘛。拉长，往前推很远的那个。你不是说它是？啊？大宽面的是哪一个？大宽面的是往前推很远的。对啊，那这个是陡陡雪面，其实这个也很宽啊，但是比较陡一点。小脚印，新的哦。嗯，对啊。是粉雪后的新脚印。我只知道那里而已。真是个好问题，啊、他就飞走了吗？他就回头走。他也知道顺着自己的足迹。哦，你说的真有道理。不要被别人追踪，有可能。他不
夜才出来的、啊。哦，脚很凉，脚很凉。上面好像风很大。推他，推他，推。还是不够推，哎。对啊。差不多吧，很小的，随便你。哇，这次更难推了，要直直冲啊！你要录也去下面那边开始，来开始录吧。这一段就是在推半天。什么我讲错了？这里左边都是粉，可以直直下啊，就这里啊，左边都是啊，这边要直下的哦。你要录这一段吗？不要，那我走了。好松哦，好恐怖哦，好松哦。没有，这很浅。是很浅啊，但是觉得好松哦。你们等会，等会。那都可以啊，那边的没有这边那么多，那边已经刮得更少了。
尽量朝左边刮，没了，用光了。我的那边的被用的更少。哦，直直下，陡一点的那边就坐弯吧。你要弄了、哦，我那里又听到呱呱声耶！啊，我看到那只鸟了，那只鸟一直都在那哎。哪只鸟？是乌鸦吧？继续高速那个吗？这一道剩下的松雪比较多，那一边的已经被刮了差不多了。所以继续高速的那个。对对对。怎么了？好、啊？上来的话要靠右边会比较多松雪。你说？那你们到左边去，然后右边比较多松雪。没有啊，右边也一堆啊。下半没有，最左边跟最右边，你看你现在回头看右边。那边很多、啊。上面的时候是右边啊，这边看是右边。左边比较少啊。下来的时候你现在看嘛，你现在看，左边不是比较少，右边那么大一道，从缆车到路线中间全都是松的。哦，爽。嘿，跟昨天的特征是一样的。
就给我挂手上，下一个。下一个缆车嘞，好远啊！还贴胶带的，好远哦。好远哦，就只有这个少挂了一个椅子。这种边、啊、就是我刚刚讲到贴胶带，右边也是吗？贴胶带，盖子贴胶带。这两天交给你。你的手套不要用抓的，你的手套用。我就没有习惯用抠的。你这样子拿。你要收棒棒、啊、我要收棒棒很多、啊、然后要开始认真滑、嗯、辛苦你了，不是认真滑是说 滑手机，因为它好像都网页都卡住 by hand 什么什么什么，嗯，雪跟风都变大了。对啊，午饭出来又是粉的，雪大的话，小袋子而已啊，没那么差。它又很卡。你要，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小袋子里。它是最小的是什么？你的背包都缠着、啊。为什么会缠着它？因为你脱下来的时候，这样穿上去的时候就缠住它。我看你的荧幕，线要拿出来，多一点，然后它就里面的电，里面多，你的袋子都有拉紧的话、啊，就一定够。你之前都会松掉，是因为你背带没有拉紧。你那背太低，背太低。对啊，你背好低哦，你一弯腰的时候，它就掉在屁股上晃啊晃的，这样就没问题了。紧的关系，还好放上去就还好。拉紧以后要找的位置都那么高，对啊，这样比较好。好，哎，等会，哦，拿手机，拿手机。你的手套嘞？在他那。哦。你先帮我拿一下。没问题。我拿滑。所以等一下滑哪一个？嗯，下缆车反折那一道。右转那个，最右转的那个。对，可以这样讲。你看，他们都没有办法进去。那这会不会跟电脑跟手机？电脑不是比较厉害吗？电脑比较快。对啊，我们那天买一个东西也是有在家里用电脑买到。你现在也只是不断的 reload 而已。对啊，我就一直上一页，然后按 Toho Navi， 这就看不到啊。他按这边会有什么弄做吗？回不去。回不去。那我还是回这个。很难买耶。就不要买啦。想看啊。我不想看啊。我想看啊。完全不想。
下来。你每之前都点他两下，第一下没反应，你会点第二下？当然没反应啦，第二下。那其实你点第一下，它会烂哦，只是很慢。哇，整个视野变不着。好了。右转，右转，右转。我本来就没有想开啊。为什么我们去年记录很认真？对，记录很认真，我不就跟你讲了吗？它只能放在它上面，不能汇出。那我就还不如我自己 GoPro 的那个轨迹好，自己分析也可以。我还可以把它放到不同的地方弄。来这边，来这边，来这边，最左边这边。草的右边这一段，松雪在这边，就这样。但这里比较陡。很陡哎、欸。对。我连昨天都觉得很。最左边，然后下半部的话是最右边。他就这样走了，他没有滑到很松。
因为中间也蛮松的。啊，已经被切开很多道了。出得来吗？右边，右边，还出得来。
开始了。滑走面凍ってんね。ああ。捨てられへんね。ちょっと見てくるわ、なんかないか。うん。え、一個だけ？二つは？え、もう一個は？もう一個大丈夫。现在变飘的，飘好大、啊，所以比较喜欢缓的还是抖的？我抖的很费力，抖的还好。我很费力耶。你不要用费力的，你绝对停得下来，而且那个那么宽。那你喜欢哪一个？刚刚缓的那个比较没有人刮过，然后现在不知道状况怎样。抖的这个比较多人刮过。随便啦、啊，你要哪一个？我轮流，那就回去缓的。缓的。好，缓的，抖的，缓的，缓的，抖的，吃饭。急的跑很，抖的跑很快。因为就很深，因为我昨天这边就是要把那个转的时候转过来，就倒。你说今天都可以啊？就直的就倒了吗？不是，它就可以这样顺的。然后昨天一转，然后就是转这边的时候就倒。很顺顺，就嘟嘟嘟嘟嘟，跑很跑走很快，我们两个还在继续绕来绕去。对啊，就觉得松松的，要给它滑久一点啊。我没有费力，我有，因为我要转弯啊。我后来是把 GoPro 转下来录松雪，对啊。你觉得有正常录吗？正常，很正常。那我觉得正常啊。九百人都是干嘛的？明天就更少人来了。对啊，但是今天这样晚上继续下的话，明天会很高兴。今天是礼拜天，但是我觉得礼拜六应该是最多人，礼拜六最多。那我觉得是刚刚日本人真的还是有啊。进来的没有没有，如果这时候他没进来就是远。我在坐缆车的时候，我看对面的车子都是密密的。